星期四，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的一个移民权利团体集会上，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贝耶说，他支持奥巴马总统去年底发布的推迟遣返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共和党人在国会发言中抨击他的行动是违法的，违反了宪法，但是他们不承认总统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国会拒绝采取行动，拒绝履行本职。 近几年，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试图推动移民改革法案，但是未能成功。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阻碍移民改革，而共和党强调要加强执行现有的法律。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发布行政命令，给予一些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的父母临时合法身份，但是由于德克萨斯等州提出的诉讼，法庭裁决停止执行这个行政命令。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庭。 十号将开始就德克萨斯州诉联邦政府行政命令的案件听取双方的辩论。加州旧金山最近发生的一起曾经被遣返五次的非法移民桑切斯开枪打死无辜妇女的案件，以及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针对墨西哥移民的言论，再度引发了移民改革的争论。旧金山的枪击案件引发人们对于旧金山等城市。 对非法移民不实行拘捕的所谓庇护政策提出批评。旧金山警察联盟主席马丁·霍罗然说：“如果旧金山和其他有类似庇护政策城市的政客们不采取行动，我担心这类的事情还会发生。”不过，尽管争论的双方都认为美国有必要进行全面移民改革，民主党众议员贝耶说：“本届国会仍然很难推动移民改革。” 不幸的是，共和党人成为了障碍。他们现在掌握了多数席位，所以很不容易。但是，任何重要的工作都不容易。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到移民问题的时候，强调要执行现有的法律。如果我们要解决旧金山发生的这类事件， 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执行我们现有的法律。如果我们不喜欢现有的法律，那么我们需要坐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这个问题能早日解决。美国目前有大约四百万子女为美国公民的无证移民。二零零零年从秘鲁到美国的林卡曼多扎说，他希望获得身份，让他的女儿不再为他担心。 他很害怕我被警察抓走、被遣返，所以这对我很重要。我可以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很多美国人认为，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民主党众议员贝耶说，不应该把这些人称为非法移民，而是没有适当身份证件的美国人。 这些人努力工作，对国家贡献很多，但是不能合法的拘留，排除内心的焦虑，这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的经济实力依赖移民，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但是反对者认为，给非法移民身份等于大赦，会鼓励更多的人非法偷渡到美国。专家指出，如果巡回上诉法庭这次驳回奥巴马政府推迟遣返移民的行政命令。 司法部可以要求最高法院来进行审议。VOA 卫视记者杨晨，维吉尼亚州报道。